花东海湾杯自行车挑战11月10号清晨6点在花莲鲤鱼潭鸣枪开启后，夜宿台东关山，11号从关山出发回到终点七星潭，其中有近500位车友深入关山小镇生活圈进行29个打卡点的自行车逍遥游活动。今年是海湾年嘛，然后其实当初这个关山应该是全台这个推行这个自行车道最早的一个专用道的一个起始点，那所以呢我们今年特别在这个关山这边设置了一个单车的一个打卡点，让这个全省或者国内外喜欢单车的朋友呢来到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拍照景点，然后同时也让大家知道说这边就是我们自行车活动的一个起点。那此外呢我们今天在这个关山这边呢还有22公里的一个打卡的一个定向的一个自行车活动，那我们希望游客来这边呢可以畅游我们整个关山镇的很多的历史建物，或者是我们这边很棒的一个商家或很棒的景点。那因为明年就是我们的小镇漫游年，希望大家可以用单车好好的来漫游我们这个关山小镇。谢谢交通部观光局以及我们纵管处林处长很多单位的协助，台湾全省的好自行车好手在关山集结，我想这个创造很多旅游的一个商机，以及创造我们台东关山整个旅游景点的一个发展，对我们东部花东纵谷美丽的风景啊，漂亮的自行车道来推广这么好的一个景点，给不只是国内国外全世界的好朋友们。交通部观光局花东纵谷管理处处长林维林、关山镇镇长戴文达、电视节目《时尚玩家》主持人孟多和杨子怡一同领旗，除了走访关山镇历史建筑、特色餐饮、景点打卡外，还进行关山包便当 DIY 以及手搓爱玉的体验。好，其实老站跟我们关山便当它一直就是很密切的，在早期的话我们就是在月台上叫卖便当，我们今天甚至把我们的道具都带过来了哈。请问搓爱玉有什么窍门吗？就是我的习惯是左手搓着打结的地方，右手在食意，然后就这样子左右搓揉它的胶，它的胶天然果胶，对，所以小朋友可以再用力一点没有关系，我们尽量放在水里面湿洗，而不是拿起来干洗，放在水里湿洗。每月一次关山小镇市集也搭配11号这天的活动热闹摆摊。的小猫，这是我的招牌刺葱烧猪咸派，用卑南族传统的刺葱，然后来融入食材里面。另外，关山镇公所及镇上知名的店家还加码推出体验活动与补给，让车友们还有假日到关山逛市集的游客们都能够享受到最好的关山风情。台东所在综合报道。